考试的季节又搁来到，嘉义市文化局含甲叶定天宫为考生来祈福加油，是特别准备着一千个限量的考试祈福笔袋，准备要来送予嘉义市的考生。在二十四号是由文化局长洪明凯含甲叶定天宫的董事长罗秀生，率领着学生代表共同祈福一千份的。这百家企的笔袋嘛，将对二十八号开始在文化局、西咸图书馆和定天宫开放民众免费索取。在约定天宫董事长罗秀生和文化局长洪明凯共同率领着学生代表，虔诚上香祝祷，祈求关圣帝君会当保庇。经过这百家企的笔袋，嘛将转交予学生，希望收到这份大心礼物的考生，会当有信心、有毅力坚持到最后，顺利金榜题名。这个橡皮擦啊，有这个文昌二 B 笔哈，二 B 文昌笔，还有这个书签，书签这个台湾三结义哈、啊，哎，人生有梦，逐梦踏实。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种子跟包子包粽。啊，就祝福说，这考生呢，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哎，就在我们关圣帝君以及众神的加持之下，能够顺利的，哎，考完这个试，然后很顺利的进入他们理想的一个学校，提供一个智慧带。还有文昌笔、静心叉跟平安签的一个部分，要在28号的早上的时候呢，分为文化局的图书馆、市县图书馆还有正天宫来分送给考生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关圣帝君的加持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嘉义市的考生都可以各个学业进步、金榜题名。由嘉义定天宫和嘉义市文化局合作推出一千份的限量笔袋，预计对6月28号开始进行发送。发送地点伫咧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服务台、西咸图书馆服务台和嘉义定天宫。有需要的考生会当前往索取。最新新闻，中局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